的骆驼一样，现在的老板以前的那个您坐的不是回来了，他上班是在这儿的，坐来我没事，你大点声说。皮特呢？第二排，对，左边第四。那这个比较，还在那什么？天灵。
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刚刚为我们中国歌剧之夜拉开帷幕的精彩表演是合唱曲《香谣》，选自歌剧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今晚您将有机会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挑选、悉心准备的多首中国歌剧精品选段。愿我们的歌声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合唱曲是《红梅赞》和《沂蒙颂》。《红梅赞》是歌剧《江姐》的主题曲，倾倒全国歌迷。它的产生却非常偶然。据说这首歌的歌词原是词作家严肃应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所写的，原意是写梅花，后来被刘雅楼看上，成了江姐的主题曲。沂蒙颂选自歌舞剧《红嫂》，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。1941年，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，看坟人明德英的哑巴妻子不顾个人和全家的安危，将打日本兵的小战士藏了起来，并机智地将随后追来的鬼子兵赶走，并用乳汁为小战士补充营养。请欣赏。